有关中联办主任的人事的变动呢，我已经在上个礼拜呢就发了一个声明了，就非常之欢迎骆慧玲主任到港履新，我亦都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呢是会同骆主任紧密合作，是坚守一国两制、基本法，来到去让香港用佢嘅说话呢是重回正轨。因為過去7個月發生在香港的事呢，實在令人非常之痛心。我作為行政長官呢，是有很大的責任，亦都是有這個承擔，來到去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。咁同骆主任今次上任呢，我相信呢，亦都我哋係可以合作無間嘅。更多精彩，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。